近 IG 里面的韩流都喜欢用自己萌萌的大头贴来制作成 wallpaper， 几个简单的步骤，连手机白痴都可以自己做啊！准备好你的手机，我们开始喽。短短几分钟，超级可爱的大头贴桌布就诞生啦，是不是很简单嘞？